疫情三级警戒，难道市公所为着减轻摊商的经济压力，提供公有零售市场以及滥用临时摊贩集中场单位，租金减免三个月优惠？市长宋怀龄表示，将会根据疫情状况，再来延长减免的时间。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台湾，民众配合防疫，减少到市场买物件，摊商生意是大受影响。南投市公所为着减轻市场摊商经济压力，针对南投市公有零售市场以及滥用临时摊贩集中场单位，提供减免租金三个月优惠。对我们摊商来讲是不无小补啦，但是最好就是还是呼吁大民众能够很安心的进来我们传统市场采买，然后用那个快很准的方式哈，然后在每个入口都有那个酒精可以消毒，所以希望就是大家还可以放心进来我们传统市场啊，也谢谢市长给我们这样的优惠。比如讲，这生意嘛不好做啊，哎嘿，啊都人哎，这个无人敢出来啊，没有人敢出来啊，哎。业绩掉了多少？业绩掉了差三成啊，三成有，三成有。所以讲，伊要减三个月，我感觉减四个月发多了。你像民权街上面的摊贩的话，几乎有七成以上都没有来摆摊了。然后市长也看到大家做生意这么辛苦哈，决定哦，在我们南投市场哦，我们的市公所的管理的市场里面哈，来减免租金三个月。南投市公有零售市场的摊商是六月到八月不免纳租金，滥用临时摊贩集中场的摊商是七月到九月不免纳租金，总共减免将近200万的租金。市长宋怀龄表示，足出希望降低摊商已经冲击下的损失，协助大家渡过难关。我们会以我们实际的疫情的状况来做研究，如果说真的疫情还是有严峻的话，我们会再考虑说往下延长。现在目前的决议是先暂时三个月的租金免收租金，让我们的摊商能够稍微喘一下气。南投市的公有市场积极做好防疫工作，市公所呼吁民众，若需要采买，买单来支持咱的传统市场，并尽量配合分流采买的原则。记者陈信昌报道。